和老公回农村改造老房子，今天铺二楼木地板，没有翻旧账，没有重复发视频。这是左边另外一个之前没有改造好的房间，这个楼板之前太烂了，去年老公重新换。终于装好了，现在就等着你把它装满。我装满？对呀、啊。那你等着吧。改造前，改造后，和老公回农村生活一天是什么样的体验？今天我的任务是割完这两亩油菜籽。啊！一大早，这个臭男人就叫我干活，叫起床不是应该亲亲抱抱举高高吗？妈的，这个臭男人就像拖死猪一样。对，醒醒。干活了，还没吃早饭的习惯，直接穿鞋干活吧。我的脚穿雨鞋，不穿袜子都是香的。帽子戴上，不要晒得黢黑。这个臭男人今天要和阿纯干活，没空收油菜籽，那今天就我一个人割吧。这个臭狗子又跑下来干嘛？把我种的空心菜都踩断了，俗气了。你这是死给谁看？把这个臭狗子赶回去。你给我回去了没有？今天不光自己要拍视频，还要干活，我都觉得自己老牛逼了。这个油菜种的我亏得裤裆都不剩，种子花了80，与油菜苗花了130，请人种油菜苗工钱花了360，人工除草花了880，肥料又花了100多，也不知道本能不能收回来。感觉种油菜就是为了拍油菜花的，结果拍的照片不好看，鬼迷日眼。为了感谢粉丝朋友对我们的喜欢和支持，今天评论区点赞最多的前3名送蘑菇屋粉丝朋友菜籽有1份，纯天然，一次农药都没打过。点赞哈，太慢了，加快速度。看到这里还向往田园生活吗？妈的，累不死我，算你输。田园生活你以为就是在田坎上散散步吗？那是要面朝黄土背朝天，一干就是一整天的。但是我能在春天里体会到丰收的喜悦，还是很开心的。哦，不行，累死了，得想个办法。
隔了这么久才隔这么一点。办法就是剪辑的时候加快倍速，这里感觉要了我老命了。有没有要锻炼身体的？来蘑菇屋干活管饭。我们种的地草都跟油菜一样高了，看我发现了一窝什么蛋，他还生气自己爆炸了，吓我一跳。没空管你，来看看这个臭男人弄好没有。好，帮我一下，还没弄好，从楼上拍个全景。朋友们，先把你们放在这里啊，我下去继续割菜子，劳动啊。这里100倍速度，还有谁向往田园生活？报上名来，我保证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，让你活蹦乱跳的来，眼儿吧唧的回去。不要说来这里玩，不干活，本娘们没空陪你玩。谁在说这个娘们不会干活？我撕烂她的嘴！这个臭男人终于有空了，把菜籽放薄膜上，等晒干就可以抖下来了。体力活还得这个臭男人来干，不要问为什么，谁叫他是男人呢？活该！天都黑了还没搞完，第二天早上接着弄，这油菜籽到处炸，搞得我一鞋子里都是。这就是我们的田园生活，春天就能体会到丰收的喜悦，开心的不要不要的，哈哈哈。为了以后和老公一起安心养老，我们花50000在农村买了这个豪宅，把它改造成了自己。
老公回农村改造老房子，在网上看到一款神奇的摇摇椅，老公居然用一块木板给我做出来了。还有一个好消息告诉大家，小米生了六只小宝宝，三只白色，三只黑色，奶乎乎的，太可爱了。天佑，你当爸爸了，恭喜恭喜呀、啊！突然暴风雨来了，一块铁皮从我身边飞过来，插进桌子里，把我吓得半死，赶紧跑。你们的菜籽油 BBQ 了，已经来不及，没办法，被大雨冲了。气死人了！刚刚风好大，你看，差点发生命案。它飞过来就从我旁边，咻的一下子插在桌子上。这个人为了收油菜籽，落汤鸡。邻居姐姐和大哥连夜帮我们抢救淋雨的油菜籽，先放在大哥家晾着，大哥还用风扇帮我们把油菜籽吹干。花了2500，买了这个锯台送给老公做礼物。这个很适合你啊，这个大玩具啊，每个男人的梦想啊。喜不喜欢？喜欢。有了锯台就方便多了，老公把这块木板切成四块，在木板上定点画出标准的椭圆，不会画还临时找了视频上了网课，看吧，不是什么都会，是要不断的学习。要不要吃瓜？要吃。那我跟皮削一下。你那什么工具啊？削皮工具。先在木板上画上十字，打上钉子，就可以画出椭圆了。然后再用工具把椭圆切出来，边框用打磨机打磨一下，把剩下的三块也锯出来。这个 CPU 都给你干爆了。这个怎么画107度？现在把摇摇椅的卡槽定好点位，锯出来。这个锯台真的是方便好用。没问题，这么高端的设备给我。然后把它拼装起来就好了，原木色挺好看的，就不上木蜡油了，一起来看看成品吧。哇、哦、真的会摇哦。哇，老公你好厉害呀、啊、这个都会做。舒服吗？事情是这样的，上次老公把二楼房间从这样改造成这样后，我想在落地窗这里做一个这样子的榻榻米，更适合看窗外的风景。这个窗户边上打算做一个柜子，所有的空间都不能浪费。这个要多远？挨近一点吧，弄密一点，它会结实一点。对面满山的梧桐花都开了，远看好像雪山。上面还是用木地板铺。在这里做榻榻米有什么想到的？我是在做小方案群上看到的呀。这里面有很多大牌设计师分享的装修案例，能根据咱们家的面积和风格筛选出合适的装修设计图。住楼房的话更方便，在设计我家收小区名，一秒匹配户型，生成三套免费的 3D 效果图，不满意的话还能自己 DIY。 居然有这么方便的功能，那我也在手机上下一个看看。你身上什么声音？我在听音乐呀。哦，你真的是一点不耽误啊。干活听球赛一个都不耽误啊。12.7。小明，你还不过来喂奶？你在那里玩什么？快点，拿进去喂奶。也不知道怎么做妈妈的，喂奶这种事情还要我来提醒，我又不是他们妈妈。
个东西去掉。哇哇哇，就是这感觉。这里还差一个茶桌，找了一个旧柜子门板，太破了，扒拉了小魔仙变。我们一起来看看效果吧，是不是比之前更舒服了？摇摇椅我放在旁边了，有粉丝说想看我双脚离地坐进摇摇椅，马上安排。没有让你失望吧，向往的生活又是美好的一天。